話說自從我看完文靜靜溫女秘笈2016佔足她的方法，在樓下街口轉角擺了個桃花盞鑾，咁再按佢嘅指示轉足十個圈，你估點啊？就俾我遇到我嘅女神 B B 啊！係啦，仲要俾我識到佢嗰下，哎呀，先盞鬼啊！2017，我有女朋友啦，你呢？哎呀，之但係，我又真係估佢唔到。Sophie， 呢首今次請咗周杰松過嚟唱歌啊，佢帶下 fans 我上去啊，好中意佢啊，不過唔知萬達都飛唔。Sophie， 聽講你男朋友係喺 Muse 做歌手喎，不如叫佢幫我哋買飛啊，唔知佢肯唔肯。係啊，請佢過嚟真係搞緊一大輪嘢。今次佢肯應承，我哋成班幹事超開心咯。可以咧，我好想去睇啊，但係咧啲飛咁難破，不如你幫我去買啦。你係 Muse 嘅幹事，好簡單啫，我淨係要三張飛就夠㗎啦喎。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啫？幫我買啦。但係咁唔係幾好喎，今次個表演位真係唔多咯，啲飛好難搶㗎。學生會今次出得好緊，我哋成班幹事先一係協議咗唔可以幫人買飛，驚大家 keep 住曬啲飛，令到其他同學買唔到，對其他同學唔公平喎。想我俾人笑，但我嘅男朋友咩都做唔到，唔幫我買飛先，連三張飛都買唔到喎。嚇，咁啊？咦 ，Jackie， 乜係你啊？你都嚟買飛啊？唔該，三張啊。嚇？點解買飛啊？應承咗女朋友幫佢買三張飛啊！呢度3000蚊，嗱，哇！你真係犀利啦，排咗咁多個鐘頭就為咗個女朋友，真係冇得頂啊你！你先算你啊，快啲攞三張飛嚟啦！得得得，好快好快好快，嗱，好啦，就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Sophie， 呢個三張飛啊！耶，對我真係好啊！嗯，呢三張飛係我用正式嘅途徑，辛辛苦苦排隊幫你買㗎。我身為喵嫂嘅幹事，係唔應該利用職權為自己同埋朋友攞獎數㗎。如果件事俾人發現咗，好有機會鬧到去校務處，後果不堪設想㗎。嚇，咁嚴重㗎？哼，梗係。雖然排咗好耐隊先買到飛，但係我覺得自己做得好啱，做人處事公平公正，心安理得。Jackie 具非凡耐性，細心體貼，為人正直，可謂絕世好男人。加以佢做事公私分明，遵守規矩，將來大把前途啊！临近放学 ，Jackie 喺度收拾整理啲嘢啦。佢见到身边已经冇乜嘢人咧，就鬼鬼祟祟喺票员嗰度攞咗三张飞。但系就喺 Jackie 做紧呢啲动作嘅时候，佢并冇注意到门口嗰度有一对眼睛喺度望紧佢。阿负责人大少就啱啱好放学，佢经过走廊见到 Muse 活动室仍有灯光。他很好奇走了去望一望，发现到 Jackie，
正准备同佢 say hi 嘅时候，就见到佢好鬼鼠咁样，唔知道做紧啲乜嘢，就忍住冇出声。最后佢见证咗 Jackie 成个犯法嘅过程。几日之后，大少决定将呢件事话俾会长知。Jackie 私底下攞飞嘅行为俾人揭发，并俾校务处得悉。事件更喺院校嘅 secret group 嗰度广泛咁样俾人讨论。Jackie 被全校同学痛骂，最后佢仲要辞去干事一职。Jackie 身为 music show 嘅干事，以公谋私，咁样做系剥削咗其他同学公平买飞嘅权利噶。如果喺职场，更有机会触犯法例。如果佢从中收受到利益，仲系受贿，有可能触犯防止贿赂条例添。